你看看几点了，看看几点了，愣干站什么？做核酸去啊？去哪呢？去厕所坐的？室友的。给你两个小拍拍给带上哈。什么小拍拍？小拍拍的带上啊，做核酸的小拍拍啊。好。你俩天天的上学都不知道鸡不咋造呢？啊？还摸账啊？一大早起来啊？喊你做核酸，做核酸，你看这拍照对，你看看，小孩被对都拍到这了，你看到没？今天什么节都没画，哪有人买画呀？那不画吗？都没画呢。老师接吗？还什么接呢？那俺也没。你写一纸条给老师，老师就高兴了。写什么纸条啊？老师，祝你节日快乐，陈诺西，就比你买那画还高强，懂不懂？人多吧？坐。快来买，快来买，全让所有东西。走，不要俺俩了，不是自己走。人太多了，快去后面排队。不坐了。要不然不坐了？是吗？我听着人家都说不用坐了，不坐了，走吧。去学校坐，快走。学生不用坐了，学生去学校坐了啊，太挤了。你哥呢？跑那么快的，蹭一下就跑了。